可以开包厢，我开台了，我开了。好，我跟你讲，我昨天睡超好，真的、哦，好睡哦。我昨天累哦，对我超累的，就只能我躺下床，然后大概不到一分钟，我就真的是已经睡死的状态。Hello， 大家，午安啊。然后我调了一下双萤幕，所以现在可以看两个萤幕了，方便多了。哦，对，那你就可以用全视窗打了。不想，可是还是要那个，我还是用那个一半的。对，皮卡丘，嗨。然后今天要打自定，对不对？啊，我标题还没改，对不对？我来看看，传了我。标题还没改，我等一下，我要再去看一下。这还是昨天的，现在已经20了，对吧？20，对啊，你今天20等了。那我要写什么 ？NG， 昨天是打 NG， 那这次是打什么？我要写内战是不是？啊？我要写什么？同乐台就好了。好。同乐台就好了，你就打同乐台。同乐台。对啊。普罗王，对啊，今天是要打，普罗王就是我们上次打那个一条线那个啊，只是他有，他会召唤出一只雪人那个。哦。先打自定。可是，一条跟五个，一条跟五个的。分数是一样多的吗？分数哦，对，应该会比较少一点，少一点。对你打 N 比 NG 少了，比 NG 少一点。那一样就是制定，那这样我要选哪一个比较好啊？选五度还是要选一条的？你打制定的话都没差，打制定的话都是一样的。就跟打 NG， 就是你们组五个人，然后跟随机电脑、随机玩家打的才会比较多。哦，打自定，可是打一条的会比较快吗？通常打一条会比较快。如果说大家都一直推的话，会比较快。哦，好吧，那我们打一条好了。开密码，试试下面这个吧，对吗？密码。对啊。日期没改，真的假的？哦，我好蠢哦！蠢毙我！等一下哦，我只记得改标题。哦，有团内啊？真的假的？我这边怎么？我这边没有讯息啊！我这边没有跳出来。等一下哦，我看一下是谁。一开场就抖内我，谢谢。等一下，我真的要去找一下 ID。我真的怎么没有声音？等一下，设定一下。奇怪，谢谢抖内，但是我怎么这边没有？我连声音都没有跳出来欸，真奇怪。先等一下，先改一下。今天是16号。哦，我找到了，对 ，LED 2012 1212 ，ZED， 这是他可以私讯我吗？因为我想知道他是谁。我有看到，我收到信，他是姓余。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称呼。
谢谢你哦，谢谢。在我还刚开始就抖内我，是刚起床而已吗？什么？你说我刚起床吗？没有，我今天睡到差不多快12点。嗯，今天怎么这么早？对，因为我前几天都没有开台，所以我这几天要认真开，所以我要从下午开到晚上。没有啦，中间当然还是要去吃饭啊，对不对？好啦，然后就是跟大家打一条一条这个叫什么 A 什么的，忘记了啊。然后金正恩哦，就是今天跟大家打这个，然后请你们手下留情好吗？就是进房间的时候，不管你们分配，你想要跟我一队，或是你想当我的敌对，如果你跟我敌对的话，拜托请手下留情；跟我同一队的话，拜托请好好保护我好吗？啊，反正它是一条而已。然后我就会躲在后面，然后密码是12333321，请先抢先赢 ，OK。你们自己调哦，看要哪一个就是要哪边选哪一边的。现在敌对还有一个，这是我第二次打这个一条线的耶，应该没人敢杀。哪有？我跟你讲，观众最爱杀我了，好不？Only you can hear me, Summoner. What masterpiece shall we play today? 这是可以换的吗？哦，可以耶。用一样的好了。治愈。普罗旺只有这三天有，为什么他只有这三天有？那是活动。哦，那是这礼拜的活动，就是开给大家一起玩的。哦，是哦，所以跟它是它会突然跳出来的东西吗？跟上次打的一次一样，然后只是它会有多那个。对，就是不是会有那个雪球吗？不是会丢那个雪球？对啊，对啊。对，就是雪球，好像击中对方英雄，好像5次还是4次吧，就会召唤出一只雪人。哦，那以前是没有的吗？以前是没有，以前就是都没有了。以前雪球只能缓速。哦，天赋可以点不少吧？红林有点吗？我记得我有点啊。红林用10万伏特。雪球没有缓速啦。什么缓？哦，那是啥？雪球只是标记对方，然后你标记的目标在几秒内你可以直接飞过去。雪球完全没有任何缓速，它只有一点点伤害跟标记而已。欸，为什么少一个人？赶快进来好吗？为什么突然少一个人 ？OK。Hello， 威廉，吃东西。为什么刚刚突然有人退出？那是断线了，不要选到英雄断线。哦。对，所以你们都会跳出去。红英今天中午吃什么？吃白饭。What masterpiece shall we play today？ 要上班的下午只能看红英打电动吃东西为乐。上班下午你是上晚班吗？红英要选角，对，我刚刚在吃东西就没选。
晚上要去看500演唱会，好棒哦！在哪里？我还没有真正的去看过演唱会，就是我上次神魔那个受到邀请而已。你快着凉了，我觉得我超热，热到不行。可是我不想脱外套，我怕太暴露。哎，签到表出来了。波比，波比，这个郝韵杰造型还蛮好看的。嗨，红玲，好久不见，你是谁？是麦小眼睛，小眼睛。昨天是唯一的台语场，然后小巨蛋，你说演唱会哦，还是你说我昨天开台语场？这件外套以前有穿过，嗯，有，这个大概去年还前年买的吧。没有熊熊很不习惯，你们想看熊熊哦？明天我在想说要不要实况来拆礼物，因为我到上礼拜的庆生会的礼物，我到现在还没拆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们。然后就他们你们都会私讯我，就是说礼物收到啊，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喜不喜欢之类的。可是重点是我啊，连开都还没开啊，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很怕我开了，到时候被我们家人碎碎念，真的东西太多了。这可以买很多欸，完了，我上次怎么玩的啊？我忘了。买500多欸，完蛋了！上次玩这个完全忘了到底要怎么买。我没有买水欸。嗯，好啦，冲了。随便玩，可以练脚哦。昨天台语，今天是国语。我要500，两，所以他开两天。先买禁书哦。结果后来我昨天电脑真的在更新欸，我不是说我昨天电脑卡卡的吗？玩到一半很卡，真的在更新。双方加油 ，Tom 你好。我只要保命为原则。我记得我上一次玩是不是用艾希啊？上一次打这个的时候好像是忘记了。对啊，你上一次是跟我们用艾希在打这个，对不对？那时候只有练艾希。对啊。
a sublime duet.可怕。应该带个奶妈出门，疯狂补血。只剩我们两个，对面好凶哦，要保卡特啊！他把我捆在塔下，残血，这是怎么一回事？对方还有劫，很难打。布马不会玩卡特跟姐不要耗魔，所以打 RN 是这我不小心哦，声音跟脸对不起来你可以分开听啊，
没血了，没血了！我想是要放大、啊，你说？我们全没有，死了三个。2000多，你们刚刚说的是先买这个、哦、点击嘛？应该出圣杯才对，圣杯这个应该要先出圣杯才对。浩姆讲的那个他圣杯，然后这个要出吗？我想出出的。没关系，红灵活很久。然后在想要出哪一个比较好，我不能，我要去补他们。这是魔，没东西了。就是各种他开心打。对啦，就是因为就是欢乐，欢乐，大家互相欢乐。啊，靠北，就是互相欢乐。我不要走太前面。我还是继续帮他们补血好了。我不要送头就好了。啊，他们推进来了啦！对面打好快哦！但是这个是为什么他？他直接跳过来哦，他可以直接跳过来的意思吗？他用飞的吧？是不是？所以吸血回魔装备哪一个是吸血回魔？吸血回魔哪一个？你说的吸血回魔是哪一个？因为没办法，对面很凶，对啊。前跳上去，圣杯升级左边，圣杯升级做个这个吗？这个左边上去，水星之靴。嗯，好了，200多。可以，对啊，为什么他要跳过来？啊！我还以为我留了一条小命，马上就送我回家，马上送我回家。但是我要买什么？对面的好凶哦，你们可以那个跟我打 NG 啊！我死的都是我，因为我没有那个厨房装吧，防。物理防御，
吸血装就是海克斯的，他吸血装就是海克斯科技左轮是什么？你们讲的太深奥了。啊，我的啊，你们很爱我，我知道，你们不要追着我跑好吗？我知道你们超爱我的。啊！电脑卡住了，这是傻小。是否没坦？不能，应该不用这难打。对啊，我刚没出坦装。只剩我一个人。这个什么攻击啦？对面很肥嘞，对面超肥。没有用到他，他又跳走了，对不对？他是又跳走了。在我要放的时候，在我放的时候，等一下是要出。我是瑞，对吧？你好，豹纹，对，今天穿豹纹装，请大家手下留情。大家真的对我手下留情哎，大家只对我手下留情，对我的队员没手下留情。对我的队员绝对不会客气。好啦，没关系啊，大家就尽量打换热就好，没关系。我不会，我绝对不会发脾气的。我全按了，没得。哇，他跳过来。好强啊！啊哈哈哈！物理防御，我记得还有一件啊，这个吧。我房间我看了没有开冷气哦，尽量杀是啥意思？唢呐不用出坦装，那我要出什么装？平常打的时候要出，然后打这个的时候不要出，是这个意思吗？应该是叫我尽量杀的意思，所以就一直要叫我出魔法攻击吧，是吗？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要杀我的人。要出，那他应该是叫我不要出房中，所以等一下可以出，等一下可以试着出看看魔法攻击哦。AR 泰坦没人会理，哈哈哈。所以是在打 AR 的时候，我要出另外一种的意思。索纳的魔法攻击越高，回血越高哦。所以，好好好，收益良多，我有收益良多。出坦没用，还有回魔再来攻魔。谢谢，谢谢。然后做人要有人品，对。那好像只有坦和攻击。初减 CD 走位小心路和凯特瑞亚保持。那恩索纳都我都玩 AP， 我要跟你玩。OK OK。经验加四十，哎，对嘛，经验加四十。返回大厅，开始，再来继续。靠，玩错了，制定是要打这个哦。我刚刚选的是这个，对不对？一般。那打这个呢，是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吗？是跟刚刚那个不一样，是不是？下线了。是科一般的。那这个呢？科普罗还有那个刚说那只雪的那个。哦，所以但是地图是一样的，对不对？一样的地图是一样的。哦，好。对，只是召唤师技能会多一个雪球。哦。对对对。OK， 就是。一样规则，你想要跟我同队就自己选择，然后如果你想要就是当我的敌队就自己跳去敌队，但是请手下留情好啦。 OK， 那如果你刚刚玩过了，那就先让给其他人，对，除非现在没有人进来的，没有啦。好啦，密码是963963。队长来了。欸，队长，欸，队长你要开台是不是？你现在开台吗？你现在跟我一起玩是不是？我等你 ，OK？ 队长，普罗会瞬移，不一样的，一样的，不一样，怎么有什么不一样？有人说一样，会多一只普罗王哦，那就让我看看普罗王长成怎么样子。野生队长，真的，队长好。你是第一次来看我的台，没有啊？您可能之前你都很久没来留言，觉得没有人手下留情的样子，没关系啦，就好玩啊。哎，欸，金正恩你怎么在对面？你这样对吗？我叫苏妲己，屁啦！他很少出现啊，队长来看直播，对，队长来看我的直播。原来红铃刷，哎，讲二次963，我以为只有一次，对，是963963，六个。哎，还有一个哎，963963，哎 ，OK OK。我跟你讲，下午时间还蛮好抢的，我觉得啦，很久没玩了，让你们虐虐，是这样子吗？我觉得你很强的嘞。哎，这有这么多角色可以选哦。这么多，那还蛮好玩的啊！哎，为什么我不能弄？啊，这个是什么？它是禁止选的吗？
被禁用的离开，取消否？啊！我刚选 ban 角，我自己 ban 掉了。你把你的角色 ban 掉了，怎么办？我不知道哎、欸。角色 ban 掉，那你只能选艾希了。我的天啊！我应该按错了啦。那我选奶妈呢？对啊，要 ban 角。那我选别的啊！时间到了。啊，艾希也不行啊！每个都被禁用哦，什么鬼啦？你是最后一次，这是全部我懂了，他是选六个都是被禁用的，对对对。对，这是禁用模式。看黄人要不要重开？好好啊，不行啦，就是大家都已经，啊、所以他是进来是随机选的吗？现在才是对不对？这搞什么东西啊？虽然我觉得对面会 ban 的 ban 掉就是，我刚刚数不上按了，真的。好啦，我选，我看一下哦，波比，选艾希。索拉卡刚刚被我 ban 掉了。好啦，我只能选艾希、啊。我也没办法啊，我不知道他有 ban 掉这种东西。现在只能选艾希了。天赋我记得，改一下好了。这台到底在干嘛？对面都 ban 掉了，所以哦，可是他们没有 ban 掉艾希啊，所以。他们人也蛮好的嘛，晚上会玩，但是我要先打地狱级，晚上会开台打地狱级。这个模式没玩过，完全不知道，原来还有冰角这种东西。金色的阿狸。留一条生路，好像有小孩的声音，大概是外面学校的声音吧。可是你自己没办法收音太好吧？应该不是吧？晚上开台会再po一次吗？应该会，应该会再po一次。有鬼鬼，鬼鬼出来了！欸，这个好可爱哦，看起来蛮可爱的。那个金正恩的那个角色，蛮够追的，看起来是个小狐狸，结果他其实很虐这样。有费德提克，费德提克。欸，为什么金正恩你家电脑不好，对不对？你为什么我现在看还是0%？他说为了要跟我玩，所以我只好把实况关起来这样子。所以我现在没办法看红人的那直播这样。看来是冲牌阵有熊熊了，熊熊是哪个？哎、欸，有动了，有动静了，有动静了。北、okay. ，哎、欸，这个网我觉得蛮可爱的。北韩网络比较慢，跟我们有点距离，你知道吗？杯子上面超可爱啊！噔噔，他还在那个睡觉。熊熊杀手，对啊，你们要看熊熊是不是？就看这只。
是好了吗？怎么没有进去？为什么？跨服会卡很正常，超强的。他要偷渡到南韩才能玩比较顺，他偷渡到南韩会被追杀吧？队友主要是攻击为主，对方是防守为主。队友，所以你说我的队友都是攻击，那刚好对面的人都是防守，是这个意思吗？要被抓了，因为网路在山上当然很慢啊，他直接抓，他自己抓自己。哎，奇怪，怎么会还没进去啊？玩一只给我看，你要玩哪一只？你说你想要玩哪一只给我看？嗯，没错，飞弹之后，因为你开太多东西了。红方很凶啊，哪里防守？哦，你说对面的、哦，对面的其实也蛮凶的。对啊，那个谁，飞狮，我记得飞狮蛮凶的。还有第一个嘛，布里什么的，那个是机器人对不对？那是长手机器人是不是？是是，长得蛮像的啊，是我有记错吗？灌篮高手，为了跟红英玩，他都可以创造一个基地台，这样我应该在那里超红的吧？那我还顺便帮我宣传这样子，你先买攻速，完蛋了，太久没。就是最近都一直在练那个唢呐，然后突然啊，完了要玩艾希尔，先买攻速，攻速，我明天去造一座，一个度五个，菲斯少丢鱼啊，不然猫猫会没有晚餐吃。菲斯对面的，对面的要一直送鱼来给猫猫，哎，进来进来进来。攻速哦，完蛋了！攻击，攻击吧！攻速，攻速。他说我先买攻速，攻速。嗯。买个。不要帮队友吃鱼就好，对，不要帮队友吃鱼。一开始出暴风剑，然后再出攻速。啊，我刚刚已经出完了耶，因为刚刚有人叫我出攻速，暴风，暴风，买，直接买一把暴风大剑。艾希这一版有改墙，对，大家都有跟我说有改墙。D 是什么东西啊 ？D 可以干嘛？完蛋了，这样没得治愈。Never lose focus. 一直丢就对了。第一，可是要在……哦，你说这样哦？啊，对，我好像有印象，我突然想起来了，只能按一下，不能按两下，按两下会飞出去。机器人真的很烦哎、欸，我是完全被抓到，就是。
An ally has been slain. 300. Nice choice. An enemy has been slain.雪球什么时候？哦，雪球丢过去，不点能出攻击干嘛？这个，那 F 是什么？F 是啥？啊，靠背。吓死宝宝了，宝宝不说。第一要就是抢完对方玩家的，那累积到一样就会出现。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是什么？又不是你一按出去就会去补哦哦，你 AD 先出无尽。哦，我竟然被抓走了！你们这群坏人。啊靠！哎呦，他只要靠近我，就是。这什么都不能买啊，700多。出手套哦，红林幼幼班开课，真的，结果这边全部都是幼幼班，然后每个人都互相都在教学，都在学习中，这样。把金正恩杀了，可以出几次啊？哦，没有，他在倒数了。对，我想说奇怪，我刚刚明明就发出去了，他怎么还没那个？啊，好
多小雪球，好多小雪球。哎呦，要死！不行，残血。手套，手套是什么啊？手套是。Stand together. Killing spree. 机器人超凶的啊，来不及也没用。就算出了，来得及开吗？啊！啊！手套是什么啊？他有人跟我说，物理防御这个吗？手套，可是手套我现在没办法出啊。魔法防御，怎么办？我一千多了，该买什么好？你按生命那里就有了，生命攻击好，等下去。哎呦，丢这种的样子哎、欸，原来是要对人丢，我都随便丢哎、欸，我找空白的地方丢，好智障哦，随便送你啦，不知道中了没？没中，应该没中，我好像看到没中。阿开比较软的，阿开软的别开心。啊！哎呦，哎呦，中了啦！我凌晨要代表首胜。希望干爹也在。对啊，晚上因为昨天首胜是在很晚的时候。他说血哦、喔，你说打生命，等一下这个先出手好了，没有喝。生命，哦，生命哦、喔，生命，然后生命回复是生命，哪一个啊？生命加300，死亡斗篷。买哪个好？随便买了啦，我真的来不及了，我要出去了。生命200加物理攻击，生命300，生命加200，生命加200，不是啊，这样随便买。Go。我玩英雄为最冷静的台主。我做什么都很冷静，我连玩恐怖游戏都很冷静。感觉好像会被压了，觉得。
是一个丢雪球的概念。哎呦，有人去打啊。躲回家。不知道，好好笑。飞丝好凶哦。等一下，到底要买什么？1200红色的可以，1200红色。可是我刚刚乱买哎，1200红色，1200红色是什么？这个、哦。完蛋了，那我刚刚买的那什么东西啊？随便买。艾希台主想出魔宫的吗？我不知道啊，大家意见很多，就我就不知道出什么。啊，这个也还没好啊。哎、欸。就让雪球再按一次才会飞出去。没射中。靠靠，又来。先把装合上去吧，当然要自杀，靠过去自杀。装装装。I do my best work from afar。装备太散了，要先合上去。要先合哪个？又没有人说没有钱啊，这个卖掉，卖掉，卖掉，卖掉。然后合这个，合这个1300，好啦，都被你们说。我们需要一个男友教你玩喽，我们需要，怎么办？550，算了啦，走了，冲啊！长呐、啊，烦呢、欸，无敌霹雳长哎、欸，东森又又来教学，对啊，我的蓝熊不会打喽，他只会睡觉，怎么办？他好废哦。我的蓝熊超废的。
不能出来，三百多，走吧。他为什么没有死？他为什么没死？臭飞尸！送你一命！打喽！哦，你说机器人哦，有机器人吃香，那为什么没有人选机器人啊？为什么我队友都没有机器人？为什么？为什么我队友都没有机器人？我也要多血球，血球，血球。这是啥事？再上去，再上去。等一下，没啦，要出啥？上嗜血者，嗜血者。我一生气了。哎呦，我有一千多哎，可是好像是买不了什么东西。不要机器人，走开，走开，机器人！我就知道你这个坏人，机器人血很多，救命！我不行了，我，我的天啊！玩这个好激动了，好吗？我觉得我已经算是最激动的，就是玩游戏中最激动的，最激动的。好啦 ，OK 了。怎么有人挂着？什么挂着？谢谢。打一般是什么意思啊？打 NG 吗？打 NG， 打 NG 的话要晚上，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守神。红林的反应好像我一个朋友，真的假的？返回大厅 ，OK。嗯，然后想一下密码。好，密码是987，三个数字而已，987。那看玩过了就让给其他人咯，那你想要在左边右边随便你，然后拜托你们留个唢呐给我好吗？我想要练一下，拜托不要把我的唢呐变掉。那个朋友也叫红磊，其实就是我这样子。听是觉得机器人除了笑之外，放胆。什么放胆症？什么更鸡掰？不昵称叫 OK OK， 拜托进来的时候，请留唢呐给我。我这次先禁用哦，随便禁用吧。不行，我要禁用机器人。等一下机器人在哪里？机器人是哪一个？这个吗？嘿嘿，然后飞丝。哇，通通都不喜欢的，通通是禁用。等一下，还有谁啊？这里阿姆姆，哎，三个嘛，还有谁？好多人哦，亚素最讨厌他了，每次看到他我就很想走。哎、欸，有些不行哦，为什么？为什么有些不能禁用？为什么有些不能选？
为什么有些不能选？眼睛闭起来挑两个。哎、欸，真的、欸，我得到什么？我真的闭起来挑的、欸。谢谢你们， oh, 谢谢你们吧。留一个我要的。好啦，真的很开心。ATT 安安你好，没办法，你是终结者，对，建议勒布朗，你的能力终结者小，我比较讨厌必须死，必须死是哪个、啊？我比较讨厌一次你进一次对方进哦， oh, 所以只有我自己可以进吗？还是我的队员都可以选择？还是应该是我的队员都可以选择吧？所以你们都把权限让给我是不是？不是吧，侯雷？你怎么会在这里看到你？是啊，是我。ban 有触手的那几只要 ban， 对，就是很讨厌触手。当然，团战可以输，提摩必须死，提摩必须死，提摩必须死。那个为什么大家都这样讲啊？我什么意思？为什么大家不喜欢提摩吗？你跟对面的第一个可以进这个吗？第一个就是维嘉哦，哦哦，我不是你的意思是说我开房间的第一个人对不对？所以我的队员都不能进咯，就是我的。就是队员他们没办法进，因为只有我可以进耶，根本磕破香菇采不完啊！这样子的话，其实应该要选进提摩啊，是这样吗？敌方第一个，提摩一直骚扰红莲。提摩这么可爱，他还有很多造型，我那时候有看到。他讲英文我听不懂，必须力已经讲这个什么卡特提摩什么必须死吧。童林太可爱了，谢谢你，我会害羞，真的开心。原来操作艾希焦红绫，我来操作艾希焦哦哦哦，好，我去看你出的妆，看一下你出的妆是什么。遇到久了提摩就可爱变可恶了，对，你敢说哇好可爱哦，然后怎么久了这个人好可恶哦。女生真的很吃香，好赚钱，什么好赚钱啊？那是提摩说的话，哪一个？哦，你说那是提摩说话，就是那个英文提摩，那个是什么？哦，他不会念。安安第一次看台，你好，1253。熊熊，开大就不能赚钱，开台就不能赚钱了。常开台吗？我常开台吗？应该也不能说很常开，我觉得。你们刚开始叫我先买书吧，是吗？然后买魔法攻击。攻击的话，对，就是先出这个。小金，嗨，小金有来哦。我昨天把别人认出的那个，哎，我看到了。小金说，开台就能赚钱哦哦。
The fanfare of song.来了，吓死我了！可以丢多远啊？嗯，好，我看到了，有人在看爱奇艺。嗯，好，看到了一把剑。对啊，他应该还没回家啦，所以应该是出一开始的装备。啊，他的雪人又来了，雪怪，雪怪。对，机器，我开那个，就是希望可以赶快开始订阅，所以我很努力，希望可以常常开台。目标就是一个礼拜要开3次，但是就是要很多人收看啊，努力。
对齁，我都忘了丢小怪。啊！救命！救命！我也没魔了，怎么办？没魔了啦，也不能回家。有什么子吧？好了，我没魔了啦，你们不要再打我了。我也跟我家出装备了，好好笑、喔、啊！这个好 carry 啊！等一下、喔，魔法攻击，魔法攻击要出。还要再出什么、啊、魔法攻击还可以出蝎子，蝎子圣杯没办法出，双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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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啊、双后炉灯回音，炉灯回音，完蛋了。嗯，好啦，先这样。积分排积分要等半个小时，太久了吧？现在有要排这么久？还是要给我们杀的吧，你那也太可爱了。我想说你一直在那里干嘛？他是要给我们杀。输了！啊啊！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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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啊！快了，怎么？救不了他！聊天神歪，怎么样？红林这场好猛哦、喔！什么神奇宝贝啊？怎么办？还要再往上出圣杯好了，魔法人的毁的机会。然后。
蓝色那把合上去就是双后哦。好，小当家是你，为什么？你们在聊什么？怎么聊天室怎么还有？难不成长不大十岁小智吗？为什么？对面出的装哦，他出这是什么啊？科技碎片，加速度，加速度。我的小雪球都没有丢。欸，他没有打我欸，这个人太好了。啊，走掉了。他是打我都在那边了，他都没打我，他打我另外一个人。你人真好。网络上有卖超。有卖要你的命三千，那什么是赶回来收看了。嗨，雅典娜恶魔圣杯回复方式就是你只要有助攻或是有点状态就回魔神哦。所以雅典娜圣杯是哪一个？不是啊，不一样啊，就上面不一样啊，蓝色那把，蓝色那把合上去这个吧，应该是这样子的啊。然后这个要和哪一个？哦，这个雅典娜圣杯。出来吧，千鬼，你们在聊以前的那个漫画吗？周星驰跟卡通到底有啥关系？An enemy has been slain. Ace. 好，我还在家。你们已经慢慢跑过去了，我还在这里。我还在散步逛街，你看，我还在逛街。啊！还好，聊天室歪到回不去了。谢谢，谢谢，真开心。不管有没有浪，或是没有浪，好啦，一起玩都很开心。至少有点成就感，至少有点成就感了。好啦，我只好很懒。返回大厅。艾希就是我，你好猛，哪有？谢谢你们夸奖。OK， 接下来继续，密码是三个字而已哦，三个数字。是我的生日，自己打。
台主安安，请问可以用右手肘碰到左手肘吗？听说很多人都不行。什么右手肘碰到左手肘？好酷哦，我也想来试试看。你说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右手肘碰到左手肘啊？我是小安妮哦，小安妮是对面的吗？红绿，小安妮，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不知道我生日几号，你们就没有机会啦。三个字哦，生日哦，去面壁吧。其实很好，很好，就是都知道啊，而且就是明天了嘛，对不对？你们说对不对？找不到房间是不是？好啦，拜托熊宝不要编我的唢呐 ，OK？ 是熊宝吧？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我认识的熊宝？大家说要把提摩编掉，是不是啊？提摩，我先把它编掉。提摩在哪？这里。队长。对啊，就是明天。哎 ，OK 了嘛，三个，所以他选的是哦，牛牛、雷文跟卡特莲娜。耶、yeah. ！Only you can hear me, Summoner. What masterpiece shall we play today? 你们该不会一直想说他密码是什么？密码是什么？怎么办？我不知道台主的生日玩的密码是什么这样。怎么办？好想上厕所。怎么办？剩十三秒了。怎么办？不公平，找不到房间啦。不会啦，你就搜寻我的名字啊，打四个红铃，然后好像要找私人房间，私人房间才会那个找得到。生日快乐，谢谢。明天哦，是明天。红铃看不懂到底在聊什么，看不懂就不知道聊什么。现在，哎呀，我先去上个厕所好了。现在应该是没那么快吧？好。回来了耶，好像有男生的声音，我们家人吧，听到我们家人的声音，家里很多人，很热闹。天啊，出
买水，水又用不到。是谁的声音啊 ？Go go go！ 我刚来的时候已经开始很久了吗？小 P carry 我，小 P。有人用艾希耶，你们是要教我怎么用怎么艾希说用？靠！啊，对面的好凶哦，怎么办？对面的好凶哦，我的天啊，只剩下。过来耶？为何他根本就用飞的？他飞来飞去，太扯了！帮红铃冲过门槛，我已经用好天赋了，什么意思？为了配合红人，你把天赋用的跟我一样，是不是？只能用力用一些些。好可怕，好可怕！可乐干学妹，我现在才看到你的 ID 耶。可乐干，他为什么要飞过来啦？歪了，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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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很好笑啊。魔法攻击，魔法攻击，这把合上去。忘了，还买了双鞋都没吃。然后魔法攻击，看起来是对面索纳比较强。对面索纳比较强，他出这个是什么？炉灯回音哦，炉灯回音。哎呦！禁书是什么？禁书。禁书。Shut down。灯回音。Rampage。With perfect attack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啊！A symphony of justice.靠北，踩到什么东西啊？
没魔了，应该刚好送回家了这样。禁书，禁书魔法，再买一个。攻来了，攻来了，他们全来了，我只剩一个人，我只有剩一个人，剩小 P， 小 P， 我来了。哎呦，他走了啦，我还把他放出去嘞，靠背。啊，哇哦，上帝走得快。多草丛，吓死我了！为什么你要过来嘞？啊，他们攻过来了，攻过来了，好可怕！嗯，攻过来好可怕，快，快，快！我全滚键盘了，快，快！这个小，这个雪宝，还有雪宝。Go！ 雪宝，他熊宝很会跳，熊宝很会跳，他。啊！没有补到，小 P， 小 P 又死，又怎么又是你？啊啊啊！不是，是错了，小 P carry 我，快快！啊！不行了，不行了。啊！又来一只，到底有几只啊？到底有几只？凯特人啊，只能帮队友。我们要实况到几点？实况到几点？不知道哎、欸。等一下，我接下来要出什么圣杯再上去？这个是多了什么啊？25防基础回忆50。200。An enemy has been slain. Oh, 有人会复活，小 P 好烦哦。红莲不热吗？还蛮热的啊，超热。我怕我脱了外套很暴露。红色那个追击可以按双后哦哦，按第一个是不是？按第一个之后，它可以缓速，是不是？被人家追的时候可以按这个，是不是？我看一下。啊！我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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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小啦！等一下，我看一下。主动的时候持续6秒，就是嗯。这根本就是拉锯战，还是买了魔锅？魔锅为什么都出错边呢？按数字一键，还是买了魔锅？魔锅，你说这个、喔？所以那不能买上去吗？要不然要买旁边的，是不是？魔锅可以回血，可能要顺便解控场，是要买旁边的，是不是？所以不能买蘑菇，我们要买啊！所以应该是还是你说要买这个才对，对不对？应该是买旁边那个，对不对？
出名字最长的那个杯子。哎，累格了啦，他们生气了。啊！我乱按了啦，靠北，管他了，我要保命为止。我真的乱按了。啊！你还来杀我？有点像滚键盘，滚键盘。不要不要！救命！我没血了，这个可以回血吗？看一下，唯一主动技能。哎呦！买红宫不，龙鳞不会解控场，所以买雅典娜的恶魔圣杯比较好。哦，好，补血，对，那个红色的杯子。普通的杯子，那我现在不能换啊，买了就不能换了，对不对？买了就不能换啊。徒手都没有喝到，加60加加生命。都已经召唤熊熊了，召唤雪怪了，我还在这里，我还在家里，就冲啊冲啊！快，我要去救我队友。我没有买鞋，我走路很慢，应该好像穿了高跟鞋一样。啊！有人要来了，有人要飞的，为何？靠！我按去哪了啦？沙小。啊！这是什么鬼？可以按 F，F 是啥？可以飞过去哦。对吼，对啊，我都没有用 F 哎，看我 F 都摆在那边，我 F 都摆在那边是好看的啊。哦，超智障的哎！等一下，我还有1200可以买啥？1200买个。你说上杯上去旁边那个吗？那还要再买那个吗？给对方金顶了，1300，怎么办？再买什么？F 八的天，还要再买一次圣杯吗？可以买再买两次吗？好，随便啊，出了。因为视讯有延，那个退群会有延迟，所以完全都不行，不行，马上知道大家要怎么样，真糟糕。双圣杯会有用吗？没有人啊！没有人。根本就是指定我要飞我，靠，定死你！快给我拳，杀了他！是不是杀快？我没得按了啦，我真的只能普攻他了。学妹，快快，学妹！死了吗？四轮又复活了啦！
我觉得玩这个超激动的。我觉得我们这边的实力一直在推来推去，就跟我们昨天一样，昨天就是有一打一场，然后一直在那边推来推去，推来推去。啊，来不及了！对面有萝莉空了，你变坦了，学妹你原地复活了。怎么哦啊，出这个对不对？没有东西可以买了。哎，我哎还可以哦，可以可以往上。我们要退回来了，你看我们应该不行了，我们全死了耶，全死了。第一个复活的还是我啊。第二步啊，怎么办？是对面太强了啦，对，对面太强了。你说雷我才雷吧？啊，通通送你啊！臭血怪，臭血怪、哦！为什么他的 F 不会再亮？他只会跑一次而已吗？为什么 F 只能用一次哦？啊，是意思是说要有我们的血怪出来才可以用那个的意思，对不对？要有我们的血怪。血怪，臭血怪！你看，他就是针对我，他是一直飞我，每次都飞到我面前。没关系，我知道你太爱我了。他每次都飞到我面前吓我。打你猪！打爆我的猪塔！快！好可怕！啊啊啊啊！哦，要全部十个的时候他会出现普罗旺，对啊，不然你跑到别人家，跑到别人家，中华文字要学会唱歌，对啊，可是要看队长有没有教我啊，人家明明是哈普太郎，1600哎、欸，1600派要买啥？1600魔法防御。魔法攻击，再继续买这本书也买太多了吧？这种书到底可以买多少的啊？我们血怪没有出现，卢登鞋啊，对啊，鞋子我到现在还没买。装亮了，能买最上面的装，不买下面的装。能买最上面的装，就不要买下面的装。这场我们推的也差不多了，我觉得。哈哈哈。我们都飞来飞去。他怎么可以飞来飞去？这么烦呢？对呀！能买最上面的，看现在可以买啦、啊。OK 了，一直死，这次头一直杀来杀去，你可以出坦了哦，可以出坦了。
这边应该可以赢死亡之帽。哦，过去的路程可以按一。买死亡之帽，死亡之帽是什么？是分类在哪里？分类在哪里啊？死亡之帽3800哎，飞，我们的血怪不在。Go go go！ 我们就在那边绕来绕去，啊！有点那个，啊！又飞来给我，靠！啊！你们怎么又进来了？你们全部都飞过来，想吓死谁啊？死亡之帽，死亡之帽，是没有东西可以买。死亡之帽1000，好啦，我等我醒来应该可以买了，买一个旁边的。不行哦啊，因为满了哈，因为满了，所以也不能买啊。那这样我怎么办？有东西要卖出的意思吗？装备满了，那怎么办？放弃鞋子好了，没格子了，那怎么办？我要放弃什么？跳前的能卖了，这个吗？跳前的这个，卖掉就是，卖掉买什么？买刚刚那个帽子吗？死亡之帽。房子帽，考虑米开蘑菇，考虑卖米开的蘑菇。啊，说，算了，先这样，出去了，不行了，我要出去了，不行了，不行，考虑太久了，我要救我的队友。这种场鞋子不太重要了。
死了死了，嗯。我们死了两个，他们也死了两个。哇，这个好激烈啊！2300还不能买，因为格子满了。跳前，你说魔锅这个卖掉、哦，会不会一直开 W 观念都没冲太前面了？不用跳，不用跳了，全卖。考虑卖米以奈的回波出手，出手。那帽子有比较好，还有1000多，1000多那要买啥了？可以出坦，有人说可以出坦，坦魔法物理防御，防御，防御。啊！天啊，这个打了好久、哦！啊！等一下！哇！我还没回神，杀了红灵出来去台北之战，杀了红灵，炉灯，炉灯是什么东西啊？炉灯。炉灯，87鞋子都不买铜牌。好了，输了，一直推来推去，推来推去。嗯，谢谢。可以学我出的装卖，嗯哼哼，这是沙漏，我看一下，巨型魔棒，禁书，炉灯回音，这都很少看到啊，所以要自己去里面找炉灯回音，炉灯回音，禁书，黑魔禁书。魔棒沙漏，魔棒啊，好多、哦、记不起来，慢慢研究。我可以把它拍下来吗？可是那个有点小，就说好，他研究的东西在哪里？我把它拍下来好了。可是你们好强哦！可是打积分就不能啊？打积分不能这样出哦。所以打积分要怎么样出？就是也不能这样子。魔法攻击就可以他，所以他是全部都出魔法攻击的东西哦。然后跟哦出装的方式不一样哦，再打最后一个，然后我们打完最后一场，这一场打完之后我们就去吃饭 ，OK？ 就是这一场打完我们再去吃饭。NG 场也可以这样玩啊、哦，可以吗？等一下我打个密码，嗯，好了 ，OK， 密码是。456，沙漏哦，他钱应该蛮多的。小 P 熊宝，你们都进来了，你们要让给其他人。你们不让给其他人吗？
凌晨抢到，你凌晨抢到现在，可是你现在是我敌对，你抢到还是敌对，你们还连打三场，是怎样 ？OK OK， 谢谢你们哦。OK OK， 我们先进提摩，提摩提摩提摩，等一下，提摩在这里。为什么都要进提摩？换我。机器人，机器人，机器人。长手臂，长手臂在哪？这里。再一个。可惜我的 LOL 没有红铃的好友，因为我怕我的 Facebook 没开。什么意思？ Only you can hear me, summoner. What masterpiece shall we play today? 对，有小孩的声音，家里有小孩，应该没人知道我是谁。你是小 P 呀、啊，我来赚观战就可以了，因为你手太抢手。像今天就玩了28分钟。没有准时跟台，现在你都看 Facebook 吗？退群台应该也会有通知啊，就是会跳通知。破梗，安妮电脑，他的名字就叫安妮电脑吗？我还以为你是电脑。好像还记得在脸书说我喜欢你的声音吗？很少人说过。嗯，好像但是好像有印象有人这样讲，好像很多人都说我声音跟脸配不起来。也太多 P 了吧，破 P 爆 P 科 P OP 潮 P LP PP， 感觉台词声音就像女汉子，我也这么觉得啊，所以有时候还蛮 man 的，你不觉得吗？习惯听起来就蛮配的，配不起来哪有关系，喜欢就好啊。谢谢你，好开心哦，还蛮害羞的。女汉子是巧、欸、我跟你讲，你看巧巧的声音还蛮高的吧，就我的声音是蛮低的，然后巧巧的声音是就是比较高，然后又还蛮尖的那种。你看他的感觉就是很女汉子啊，对不对？声音跟个性完全是相反的啊。男女合唱你一个人就行了，我也这么觉得，我可以一次唱两个。凌晨要守身，对，今天晚上凌晨要守胜，那希望可以就是顺利一点啦、啊、因为我昨天好像打了六场才赢欸，才拿到守胜欸，超难打的。巧巧会破欸，个性是女汉子，声音不是。跳前他本来就有，就送四个水了。打电脑拿手胜比较快，对啊，我那时候也是觉得。今天再到凌晨跟你配，晚上不知道好不好配。你昨天不是说你配了一个晚上？你不是说你从昨天晚上配到现在，今天才拿到？
这种场合出坦兵，真的假的？可是刚有人说这种场合不能出坦啊，或者被人他说这种场合出坦是白痴。小屁，你一定在骗我！哎呦！哦，他们好凶哦！他们直接攻我们哎，超凶的！不行，退后，退后，退后！超凶！哇，这个好激烈！我的天啊！啊！啊，我就听到了，然后就有那个哈萨奇啊，他真的很烦。啊！但我这个血怪好快哦，扰乱我们。等一下去吃饭，然后我想要顺便去买那个一些东西，比如说视讯那个截取卡之类的，因为 PS 拿到之后就还没测试，所以想要等一下可以去买个东西。开看看测试，让大家看你说设定如何。好，我要先去买。我还不知道怎么设定。哎呦，这个！快跑！快跑！快跑！会弹去那里？哦，臭血怪！
我们死了四个耶，对方只死一个，对方攻击增强。等红云开好友的时候，全杀了，快 go go！ 哎，有人回来了，是不是？互杀。没收工说脏话，是不是青红小乔零什么东西？江西是个很强，你们在聊什么？你们聊出国是不是？丢雪球。
换我们了，换我们了。啊，要死！没魔了啦。我们两个人在那边就是误打，完全没魔了，哈哈哈哈，好好笑哦。对，问一下各位网络，请问可以送自己神秘造型吗？这实况组是哪地方？就是奶奶一心二用。对啊，有人在问我东西，是不是聊天室的背景音乐都希望没人看得懂。是有人在问我问题吗？可以跟我说一下。哎，刚刚好像有人出，就是刚刚那个人好像出这个麦，他刚刚好像还有什么？看一下他刚刚攻略，等一下还要出啥？魔杖？还有什么啊？他为什么要这个啊？对啊，还有这个在合上去，还有什么？你还有这个？台主懒熊叫熊林，音乐懒熊一直出现，可见你多喜欢。对啊，我很喜欢，很喜欢。狼灵王很难听耶、欸、今天晚上地狱级不知道好不好打，有没有打完了没啊？晚上如果迅速解决的话，就可以赶快继续来练习了。哎呦，换我们了，换我们出来了。哦，做没魔了，靠边！我不要自己先死。快推！
一点。打得好激烈哦！火八好打，中间插三，中间塞三个火蜥，太夸张！我没有三个火蜥，水蜥旁边比较好，我也没有水蜥，我没有水蜥。人生第一次故路在北移，够了，小米够了。难推哦，他们要攻过来了，我们剩两三个。把懒熊雨伞忘哈，真的假的？为什么你会把懒熊雨伞丢在那边？夏天平民在哪？靠！他打被我中标了一下，然后就飞去，谁看得懂啊？死光光嘞！他们好猛哦、喔。不行了，应该输了。他要我们去吃饭了。我有跟我一样喜欢电影的梗吧？什么电影梗？开龙科应该就会过，丢在宜兰的车型，修完车之后忘记拿走，啊，所以修把它送给车行，送给车行。小雅真的是红林的妹妹吗？不是，我们只是长得很像而已。有人很常就是，客人常常会觉得说我们两个长得很像，就是每次去逛展览的人都会觉得说我们两个很像。下礼拜六，每次要按大都不记得自己滑鼠到哪边，真的，我就是这样，滑鼠不知道移到哪边去了，然后就按大，不知道它设去哪里。它不像艾希，就是，哦对啦，它可以直接点说在哪里。电影的笑梗。红林一定是来自山上的人了，为什么都不买也不穿鞋的都不买？谢谢谢谢董内。红林明天生日快乐，准备来看500演唱会。 OK OK， 我们也差不多了，今天晚上谢谢你，谢谢，就是差不多晚上会再开台，然后是再发一篇文这样子，然后但是还是乖乖追随订阅，就是追随啦，就要记得开通知，因为有时候我会忘记发文什么之类的。
好啦，那就先这样子，然后记得赶快去吃饭，晚上回来哦。晚上回来，继续练习。吃饭咯，不要站在敌人的普罗王下面，他会攻击自己队的普罗王会补血哦。好，改天再去救我的，对，再回去宜兰的、啊。晚上几点还不确定哦，等我吃完饭，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有点想要去买视讯那个截取卡，所以可能会去外面逛逛吧。签到有，你记得要点金堂号签到。夏天要去洗澡了 ，OK OK。说记得索纳要买鞋哦，因为我想说，如果打 ARL 打这个，然后想说要不要就没买鞋了。红林要吃好吃满的，我比较想喝冻柠茶，没有啦。我们可以、欸、对，你们可以关在聊天室啊，如果你们觉得。很无聊，不知道干嘛，可以跟猫猫聊天 ，maybe 你们就可以挂聊天室，猫猫陪你们，没有啦，吃啊吃，买好的东西再回来吧，挂好挂满。小小讲，晚上会开，对，晚上会开什么地狱级？没鞋子你会躲不掉敌人的小普罗哦，小普哦，你说那个小小的那个 ？OK OK。我看一下，谢谢红人指教，感谢，很喜欢你磁性的声音，还蛮磁性的，真的，他们都这样子。第一次听没配起来，晚上加油，一定帮你打到我手声。好啦，希望可以，真的不要打那么多场，每次我觉得好累哦、喔。看着地下的惊叹号五零，我就在里面。看着地下的惊叹号五零，什么惊叹号五零啊？所以打一次这个经验值加四十。对啊，哪里有金号号五零啊？猫猫要来我家吃饭了。丢球的时候，感觉红林都会直接走上去接，对，完全方向感不对。然后，其实想要那个雪球过来，是不是？用脸接啊？好啦好啦，那我先关台咯，如果你们有要聊天的话，在聊天室就是要找人的话，可以在聊天室里找人。好啦，那我先关台咯， OK OK， 晚上见啦。